多么熟悉的声音，陪我多少年风和雨，从来不需要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。没有天哪有地，没有地哪有家，没有家哪有你，没有你哪有我。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，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。什么时候你再回到我身旁，让我再和你一起唱。这感绝不让任何人伤害到你。妈妈，姐姐的脸上流了好多血，好可怕。她怎么了？啊？在医院呢。啊？走。
不是，把钱还给我，把钱还我。不给，这本来就不是你的钱，你自己心里有数。走。你回来！你干嘛？我不想说第二遍，把钱给我。不给！给！干嘛呀？这本来就是小美他妈寄过来的钱，我还给她，怎么了？小妹的钱。 你个吃力扒歪的东西，你不要忘了，咱俩可是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。这要我把户口给你搬回来，这个房子就用我一家。你，房子都是我的，进来的东西也是我的。你，你个无赖！你，你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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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你这个小子，你给我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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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给我
你怎么被车撞死的？你！现在我们担心的是，看这，这是一块淤血。那个大夫，我们都是工人出身，这个不懂。您是专业的，您就别吓唬我们，你就说吧。这样吧，先住院观察几天，但愿这块淤血它能自己慢慢吸收掉。如果不能，就如果不能吸收会怎么样？不能吸收的话，很有可能会压迫脑神经。那是不是有危险呢？不管怎么着吧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过几天如果淤血不能消散，手术还是要做的。好了，我就跟你们解释这么多吧，我还得去查房。好。哥，小妹怎么样了？你们聊吧，啊。哦。谁的信呢？小美她生母写的。生母？向您表达我对您的感恩和愧疚之情。我就是10年前将孩子托付给你抚养的那个母亲，这些年一直没有与你联系，主要是不想打破你们父女的平静生活。可女儿毕竟是母亲身上掉下的肉，我无时无刻不想念着她。都说父爱如山，母爱如海，可我的孩子却过早失去母爱，这都是我莫大的罪过。我知道总有1000个理由也无法为自己的行为开脱。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祝福你们，因为在我几乎走上绝路的时候，只有您能相信，可以托付小美生母。是才发现的，都是被房三儿，被房三那个混蛋给藏起来了。妈，我想看姐姐。去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。哥，我先走了。你帮我再好好打听打听。
真的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走了。把时间带快，我来不及。又被那个黄脸婆给赶出来了呀？啥叫黄脸婆嘛？叫原胚。就几张破沙发，一个破电视，你还真拿自个儿当老板呀？就是老板，你还不要不服？不要金万银万铁饭碗。就要这天不管地不管，把灯打开，你们都不许动，把身份证拿出来。谁是老板呀？就要出来。我，民警同志。啊，是二位警察同志啊，有何公干？群众举报，你们这存在非法经营啊？不可能嘛，谁吃饱了撑的？跟我们去趟派出所，有违法行为的话，你逃避不了。没有的话，我们也不会冤枉你。手术还得做。非做不可啊。我建议做。手术就定在明天晚上吧。多少钱呢？6000左右吧。6000呢？这一个月工资才200，这6000，这6000可怎么办？啊，1000。富人，我呢也比你强不了多少。这按理说咱俩非亲非故的，我不应该这么大方借钱给你。可是我借了，知道为啥吧？你怎么收养一个捡来的孩子咱先不说，我就凭你在我这卖这么些年废品，从来没掺过假，没往报纸里泼过水，你往纸箱里头放过砖头子，钉是钉，卯是卯。我也是当爹的人，赶紧的吧，救人要紧。这钱不够啊，还差130元。还是不够啊，赶紧凑钱去，别让病人耽误治疗。
400cc。大林子，大林子，你怎么了？啊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要命了啊？你刚给阿姨献完血，你现在又要卖血，你要缺钱，你跟我说。你要再干这种事，我不认你的兄弟。你没事吧？这多少？这是57。你往家里头挣多少钱？你心里还没个数啊？50，不折子不少钱呢。我记得有个500的呢。给我！哎呀，家里就是这么些钱了。你要知道，你还有儿子，儿子还得上学、结婚、娶媳妇，样样都得花钱，那咱的日子还过不过了呀？不是怎么了？咱家谁当家？真是的，不，你想当家是吧？你要想篡权，我过两天让给你，行不行？他们还儿子结婚，你儿子才12岁，结什么婚呢？啊，娶个童养媳啊你？哎呀，行了，别嬉皮笑脸的。我跟你说，家里就这1800块钱的，你把这个给我啊，给我。哎呀。这可是救命的钱啊！我跟你说，这是定期的5厘的利，再有2个月就到期了。现在取出多可惜呀！你别的都拿走，你这张给我，哎呀，给，哎呀，这手术费就6000块，这还差一大截子呢。啊，怎么着？人家孩子一个甜妈一个甜妈叫，你这心里头就不心疼是不是？虽然不是亲生的，可是在一起这么长时间里，你这没有感情啊你？我跟你说啊，孩子挺可怜的，万一有个什么事儿。咱就不后悔呀，啊，你说你要是个万元户，那手术费咱都掏了，我都愿意。那是没钱吗？你这不是有吗？有就拿出来就完。你给我留一张啊！这不是凤霞吗？田大哥。求求你，先救救我女儿。钱我会还给医院的。你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别这样。知道你有难处，你这样让我很为难。有钱了，有钱了，小梅有救了。你看，行了啊，好了好了，别哭啊，不哭啊，把心放宽啊，心放宽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，心放宽了，走，咱们交钱去啊，我们交钱去啊。爸爸，你先吃。爸，你太累了。爸爸身体很棒。不，爸爸太累了，都是我不好，害得爸爸每天这么辛苦。只要你好好的，健康，高兴，爸爸为你做什么都愿意。爸，我不想做手术了，咱们回家好吗？做手术啊，就像睡觉一样。一觉醒来，
小妹就全好了，就又能蹦蹦跳跳了，又可以上学了。可是大夫都说了，做手术需要好多钱，可是爸爸没钱。爸爸有钱。爸，咱们回家吧，回咱温暖的小家。你给我吹口琴，吹小号，慢慢的，你头里的血管自然会消的。只要海迪阿姨都能沾上病魔，我也能。我每天都跟我的大脑说：“大脑，大脑，我有一个好爸爸，他养我这么多年不容易，你别折磨我了，也别折磨我的好爸爸了。”爸爸知道了，别说了，快睡觉吧。医院要关灯了。爸爸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出来。小美，你一定要挺住，我会一直在门口等着你的。如果你要是疼的话，大声喊出来啊！光明哥，谢谢你。小美，别害怕啊，我们在外边等着你。回家睡觉去。不，我要等他们出来。这这这这这。麻醉药力还没过，病人现在很虚弱，还需要好好休息。好好好。哎，请你扶着，快，咱们起来，快。小美，你醒了。爸，郭明哥，爸，我做了个噩梦。梦见你不要我，我拼命的追，却怎么也追不上。爸，我好怕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回家呀，跟你妈说啊。一个老母鸡，让他用砂锅炖啊，然后再熬点小米粥啊。你说我说的啊。田大哥，哎，小美怎么样了？手术啊，非常成功，啊，你放心，不过几天啊，就出来一个活蹦乱跳的小美啊。啊，我还真替大林子好好谢谢你啊。哎，也帮不了什么忙。哎，对了，田大哥，正好碰上你了，把这个给带上去，我就不上去了。来都来了，就上去吧！啊，不不不，不想让他知道，那事咱可是说好了啊！哎呀，
你说我这么瞒着也不行啊，你知道他那脾气，回头他跟我急了。再说了，这瞒得了一时，也瞒不了一世。这本来就不是什么事儿，你就不把他当回事儿，你就瞒过去了。谢谢你，我就走了啊。爸，他是谁呀？他是，你管他，打听那么多事，去回家啊！别忘了啊，跟你妈说啊，那个老母鸡、砂锅、小米粥，去吧。你还买什么东西呢？瞎花钱，去退了。别！是这样的，一个朋友，你知道吧？一个朋友他今天见到我了，就咱们工厂的。哎，听说孩子这个手术了，非要把这东西拿给你，是吧？我这也不好意思啊。我把东西拿这儿了啊，我给你了。我还有事儿，我着急有事儿，我先走吧。阿姨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我想问你，能不能治好我爸的嗓子？我爸爸不是天生就不会说话的，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出了事故，才变成现在这样的。那如果你爸爸真的是后天声带受损，那随着时代的进步，医疗条件和水平都有了改善，我相信啊，有一天通过手术治疗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你呢，先养好自己的伤。阿姨，做手术贵吗？做手术当然贵了。你要寄信？哎呦，我这英文也不太好，不过这封信上确实盖着美国的章 ，USA。然后这个词是潘斯维尼亚，我高中的时候学过这个词儿。宾夕法尼亚，美国的一个州名叫宾夕法尼亚州。这个信上没写具体地址，那估计是收不到了，得像中国一样省市县乡门牌号才行。来，信给您。我说你，你刚输了血，身体那么虚，你不在家好好休息几天，你往外溜达干什么呀？你不要命了你？没事了，好嘛，吓我一跳。您要没事了，您看看我的车，这灯都撞成这样了，您说怎么办吧？对不起。我这还有一点儿，就您这几个钱儿还不够我买灯泡的，行吧，算了，就这么着吧，算了，走吧。啊，谢谢师傅。今天我就要出院了，谢谢阿姨对我的照顾。我给大家唱首歌，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推开波
做手术贵吗？做手术当然贵了。爸，我不想吃了。可是我现在不爱吃了。爸，我还是想吃你做的手擀面。嗯，真想吃。都不能动，听了没有？啊，这几天的饭我们来做，你放心吧。啊，好好休息几天，千万不能出去了啊！爸，你别吓唬我，你怎么了？去弄红糖水去。哎，别吓我呀，孩子，爸没事啊。你爸爸呀，就是抽血抽多了，虚了。爸，你快好起来吧，你千万不能倒下，咱们以后听话。再不和别人打架了。嗯，别逞强，别逞强，你放心，这几顿饭都是我们来做啊。啊，这几天不许出去干活了，听到没有？小美啊，这两天就看着你爸爸啊，他最听你的话了，别让他动。你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我爸的。来了来了，好的好的好的，来来来，快来快来，给我吧，和我来啊。爸，在医院您喂我，现在该轮到我喂您了。这孩子可真懂事儿。哎，慢点慢点。红豆包，田妈说红豆是补血的。哎，爹，您就在床上吃。好了，干净了，现在可以吃了。去，我也不去上学，我的丈夫光明哥给我请假了，我要在家照顾你。嗯，好好好，爸，你别生气了，我去上学还不行吗？你快吃，吃完了我就去。还有，你必须得答应我，你今天哪有都不许去，老老实实的在家休息。嗯。给你温到锅里了，你到时候想着吃。嗯，爸，你也不许出门，要在家好好待着。
姐姐，小美，你站在这儿干嘛？你也想要明星卡片呀？我是在想啊，这个商店的老板卖明信片给学生，应该很赚钱吧？那是，我好几次都是在这儿买的，送给你的也是在这儿买的。黄哥，你说我要是也卖明星卡的话，你说能赚到钱吗？干嘛？你也想卖卡片？你做买卖不上学了？哎，当然上了。我只是想啊，如果咱们能找到便宜的货源，把卡片每天都装在书包里，放学的时候卖给同学，这样既能赚到钱，又不耽误学习，这不挺好的吗？你缺钱吗？我这儿有。哎，不是了，我要靠我自己的双手挣钱，等钱攒够了呀，我就让爸爸做手术，这样爸爸又能重新开口说话了。行，我支持你。姐姐说话了，姐姐说话了。这可是个秘密，你们两个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。拉钩，拉钩，拉钩上吊，一百年不许变。嘎喳。哎，你有上货的本钱吗？我把我爸每天给我的早点钱我留下了，你看这么多呢。但是这也不够啊。这样吧，我把我吃早饭的钱也省下来，给你当本钱。姐姐，还有我。那谢谢你们了。等我攒够了钱，一定还你们。好，走。光哥，别理他，咱们回家吧，我还得给我爸做饭呢。早晚收拾你。爸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又做饭，你又拖地，你怎么不听话呀？你，我让你休息。我姑姑来了，等一下。不知道啊，你说小孩子啊打架，你推我一下，我推一下都没事啊。这小兔崽子拿一个耗子往脖子领子塞呀、啊，这耗子要是咬谁一口，你得鼠疫就死人了。我不打他吗？我打他吗？啊！哎呀，他活该，这他骂小美，还打小美呢。你跟他报仇啊你？我是哥哥，他是妹妹，我就应该帮他报仇。是啊，你跟他对着干呢，你拿耗子干什么？起来！哎呀，我哎呀！你也起来。王明哥，等等我！王明哥，等等我！王明哥，你爸爸打你疼吗？不疼，这点小儿科算什么？真的没事啊？真的。你可没看见马豪现在成什么样了？他以后再也不敢欺负你了。真的？那你以后也别再打架了。关哥，你要是骑不动的话，我就下来走。放心吧，一会儿咱就到家了。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啊，就是把我爸爸的嗓子给治好，这样就再也不会有人骂他了。我一定会帮你实现的。关哥，你真好。一毛五，这太便宜了，人家都两毛，你怎么一毛五啊？哎呀，看你这么可怜，你数数数数，给你吧。好好数数啊！哎呀，师傅回来了。哎，慢点慢点。哎呀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慢点慢点。这太沉了。哎，让我小心点。快点给钱！
明信片呀、啊，有骑行的，还有叶倩文的。这是我从城里批发市场买来的，你们随便挑随便选，价钱可比小卖店的便宜多了。我要五张，好，两块五。我也要五张。没事，上课了。